收到货，老板，我们会随机送一个随身碟，然后你收到后，把这个随身碟插到这个 USB 口里面，然后你用遥控控制，选这个文件，然后你再选这个是 USB 的，然后这下面最下面，这后面带 APK 的，就是都是软体的安装包，你看一下你自己需要看哪个，自己到时候选择 OK 安装。然后安装就行了，我们是已经安装好了，只是跟你们说一下。然后安装完，你按这个回到主页，然后像所有安装好的安装包都在这里面。在大米救一山，然后给这个就大可以米继续救开。一碗。行，其他人也搁伫咧检验当中，然后这他边是都可以七记月录，三可以自己十选。号到医院要去门诊就医，要经过裁剪以后发现是